我念要是不吃纸啊，那是真是一点味道都没有。过春节不弄个口味，那真就没有过年的味道了，对不对兄弟们？然后呢，咱好多朋友啊都是说俺不会做呀，对不对？因为本身俺是这个直接炸好的，是吧？不是直接装到碗里边扣着碗哈，不是八大碗那种。所以说今天呢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首先呢，我已经做完准备工作了，我把这个咱袋里头的东西放进去，然后条子肉我也切了了，这个焖子哈都切了了。然后给大家说这个很简单很简单。姜，每个上面铺点姜，然后呢葱再铺一点就可以了，还有花椒。其实炸制的过程是最复杂的，知道吧？到做的时候就很简单了，葱姜花椒来一点，每一个上面放一粒芭蕉啊。今天呢我做的这个条子肉呢就是正常的，就是俺家里边咋做的我给大家就演示一下，明天我给大家做个腐乳肉啊。喜欢吃辣椒的朋友看好了，上面再来来一点点辣椒，辣椒段。恭喜恭喜。然后呢这个东西工序做完了以后啊，兄弟们，因为这里边啊咱炸的都是干的东西，你比如说这酥肉炸的都比较干，你一定要兑一个料水啊。每一家做的都不太一样，你像俺家正常兑这个料水就是放点生抽放点蚝油就 OK 了，因为咱本身炸这个东西都已经是咸了，然后咱就直接往里一夹，哎，红红火火到永远。我做的是家庭版的啊，伙计们，如果跟您做的不一样，可别喷我啊。把料汁加进去了以后，就可以直接上锅蒸了，兄弟们，看这个龙，有没有过年的感觉？然后呢，给大家格外说一下这个条子肉啊，有很多朋友呢，他有的放的是，这个梅干菜呀、啊，或者是等等了哈。俺家里边就是小时候经常就是放个豆腐，因为豆腐它还有一点吸油的功能，它跟这个油脂呀，到搁一块一融合，还挺香的。刚才没有拿几块，凑个咱的香肠，凑六个菜，这个香肠就直接一切上锅蒸就 OK 了啊。来。上锅，来，特别是这种蒸笼看着特有感觉。哎呀，来，这里边搁三个，来，往上一搁，那么个感觉就来了。其实兄弟们啊，兄弟姐妹们，这个东西做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就我刚才那些步骤，轻轻松松从姜往上一摆一腌，这个辣椒呀，这个花椒、八角往上一摆。是不是弄个料水，热水一兑开，往上一就这样一就解决了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这个东西呢，基本上你蒸的情况下，大概是蒸一个小时，40分钟到一个小时。如果是蒸的时间越长的话，口感更糯，吃了更香。等等吧，咱今天蒸它一个半小时。恭喜恭喜中国年，歌声万里连城。计时一到，兄弟们，我蒸了一个半小时了。来，哟，看看，有点正规一点啊。来，焖子，一、二、三，焖子，一、二、三，扣，哦，对，在这上扣吧。哎呀，老少老少老少，哎，哎，扣肉。看看有人没有人，哎，过年要是不吃这有年味吗？走，小酥肉怎么样？这香肠都不用扣了，你看这油脂丰富不丰富？你觉得这样就完了吗？没有没有，其实这个口味这个东西啊，有干口和湿口。其实我这个就是干口，你看其实里边哈，我刚才就是加放那个料汁已经有了，其实这样也可以直接吃，
但是很多就是浇个汁儿的。我今儿给大家就是一小浇完，就这样直接就是你比如说，哎，你看这上面撒点这都可以吃了，但是我要再浇点汁儿也可以啊，看着。这种做法仅供参考啊。葱、姜末加进去，等水煮开，水开了加一牛牛，哎，生抽，吃醋不吃？吃醋吧，好，放点醋，这个人喜好啊。来一牛牛醋，再稍微来一牛牛盐，哎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了啊，香菜、蒜黄，照里头，这就是个小蒜汤。这蘸点汤，你看，带劲不带劲？蒜汤小醋。过年过一个团圆年。朋友们，简简单单的这小口味都给家做好了啊，两种做法，你学会了没有？现在这个场景就比如说过年的时候，他们全家串亲戚了，我给这边弄这一桌，带劲不带劲？是不是？带劲完了。你看着啊，让我给他介绍一下，我们这个说的是焖子啊，其实郑州很多地方的焖子不一样，俺这个叫其实叫黄焖肉，上面这一边是肉馅，一边是粉条用肉汤浆的，这也属于俺北边的特色吧。过年了就该吃带劲，喝带劲，对不对？明年好好干，兄弟们，吃吧。人生何其短。